好，我是艾丽，我是小凯文。艾丽，哦，冬天呢？冬天有没有可以让人玩得有意思的呢？怎么没有？怎么没有？当然有啊！真的？啊，相信我，跟我来。好啊，那我们出发吧。艾丽，艾丽去哪儿？啦啦啦啦啦！哦，小凯文，就是这里啊，这里。这里呢有你想要看的雪，这里真的说这里能下雪，都说是真的啦，相信我，跟我来。啦啦啦啦啦！哦，艾丽，等等我！啦啦啦！哎呀，等等我！啊啊！哦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这里真的能下雪呢，我都被冻住了，是吧？我说的没错吧？这里会下雪的，没关系，把衣服穿好就可以啦。走了走了，乌龙。哇，小凯文，那里有人跟你穿一样的衣服，过去看看吧。哦，哦，圣诞老人！哦，圣诞老人，你好，你好。叮叮当，叮叮当，铃儿响叮当。哦，对不起，啊，圣诞老人那个。我们去那儿也行吗？好像是滑雪场，你也去看一看吧。那么，圣诞老人，我们去滑雪了呀？那里好像下雪了。是啊，我们赶快过去吧，走吧。下面我们开始正式滑雪了。哇，好可怕！哦，小凯文，小心，小心。是吧？鸡皮疙瘩了，小心小心。好，艾丽，千万不要松开我的手。知道了，出发。呜呜呜！对于五岁小朋友的第一次滑冰，真是太开心了。小凯文，朋友们弄的那个是什么呀？我们也用那个吧。艾丽，好的，知道了。我们现在不能坐呀。用这个来滑，真的熟练不少呢。是吧？小凯文，快看，这里好像是镜子的世界。在哪儿啊？镜子世界。哇，真神奇。哦，哦，小凯文，前面五颜六色的呢。哇，那个是什么？哇，我喜欢的彩球，彩球。啊，真的耶，真的真的。是球，彩球。对吧？是真的球啊。这上面，哦，小凯文，抬头看看上面。哇，朋友们，天上出现了彩虹呢。小凯文，等一下，我好像太努力的滑雪了。嗯啊，我好像要嗯啊一下，你先在这儿看一下，我得方便一下。不行不行啊。好好好好好，来来来来来，我帮你把这个拿下来。哎呦，都说要小心了，小凯文。啊，不可以在这里这样了。啊，等一下，朋友们，摄影朋友，这个时候不是该录制的时候啊！啊，真是的！啊，我要来保护艾丽，哦，帮帮我呀！嗯，哈哈哈哈，朋友们，可以啦，我在开玩笑的，这个是坐冰雪橇，呜呼，哟，呜呼，哇！有意思了哟！有生以来，这样一边嗯啊，一边滑雪橇还是第一次呢。太好玩了！我想做这个。哦，你要做这个呀？知道了。好嘞，推一下我。这次呢，轮到艾丽了。我是圣诞鹿小凯文。咻！啊，你那什么？我想做那个，我要做那个呀。哪个？那个机器人。你是说那个机器人？我们也能做吗？哦，朋友们，艾丽和小凯文要做机器人了，乘坐机器人了。哎呀，我准备好了吗？我准备好了，要系上安全装置。好了，好了。哇，好帅呀！哈哈哈哈哈！动起来了。
凯文和艾丽超帅吧，加油，双手对决，往前进，向前冲，向摄影师朋友进攻，冲啊冲啊，滴嘟滴嘟滴嘟嘟嘟，停停停，我们已经不是机器人了。哦，什么？非常有意思吧，小凯文，我们还一直没做那个呢。那个是什么？滑雪圈。滑雪圈，我们赶紧去滑雪圈吧，走吧。从这里上去吗？哇，看着很好玩。小凯文，你坐这个，我在这边。好，知道了。朋友们，用手抓住这里的扶手，盘腿坐好。哇哇，我等一下。我还觉得挺好玩的呢，玩得太快了，一会儿就玩完了。更长的，还有更长的呢。在哪儿？在哪儿？好的，那我们去做雪道更长的雪圈吧。哇哇，快看！哦，我做不了这个。为什么呀？一起做。好可怕，小凯文，你不害怕吗？我想玩那个。好的，那我知道了，那我相信小凯文，一起做了。哦。是一个人玩的，我的意思是在你旁边一起滑。好的，我们赶紧去吧。好，熊熊熊熊熊，朋友们有意思吗？多有意思呀！好的，艾丽，我有一个好主意。什么什么？来比试一下。什么较量？就这么玩的话没有意思啊。啊，是吗？好啊，那么我们看看谁更快，赢了的人买好吃的。哦，那这样的话我想喝热巧克力。好啊，那么就输的人买，对吧？不能让赢的人买呀。对呀对呀，对吧对吧。好，那输的人买热巧克力。好的。哦，真的好高啊。哇，我做不了啊，现在就好抖。艾丽，我有一点害怕。哦，怎么办？朋友们，艾丽这就要开始帅帅的乘坐雪圈了。哇哦，哇哇，开始了。哇，等等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哇哇哇哇，太有意思了。哇，艾丽，哇，胜利。哇，对了对了，艾丽，我赢了吧。小凯文，那个再来一次，再来一次，就一次。等一下，就一次。好的，我知道了。热可可、热巧克力和柚子茶两杯。不要，好吧。可可和饼干。啊，好的。那么热可可和饼干。好的，知道了。好，走啊走啊。雪圈也准备完成。好，这次呢，艾丽一定要努力向前。好，准备好了吗？艾丽，这次我一定要赢！天哪，天哪！天哪！艾丽，向前，向前，向前！我又赢了！好吧，朋友们，较量呢是艾丽输了，那按照约定呢？我来买热巧克力和饼干。我也还真是的。那么是什么样的饼干呢？不知道。哦，艾丽，等等我，一起走。小凯文，这里就是通往圣诞老人房间的路啦。圣诞老人的房间会有圣诞老人吗？有圣诞老人给礼物。朋友们，这里有很多信的明信片，应该是许愿明信片。哇，敏芝姐姐和尹卢哥哥早日成婚。早日成婚就好了。艾丽，你害羞了？害羞了。
圣诞老人，明年给我更多的礼物吧，谢谢你明年送我礼物。哦，好可爱的小朋友，爱你这个。哦，爸爸妈妈，我爱你们，祝你们健康。不过最重要的是什么知道吗？最后一句，快给我礼物。快点快点。这里果然是圣诞村庄，好漂亮是吧？哇哦，你好小凯文，你好。那么我们去那边镜子之家看看吧。好啊。哇哇，这里是显瘦的镜子啊。那显胖的镜子呢？我们去显胖镜那看看吧。显胖镜，大家好。一二三。哇，这是什么呀？为什么这么大呀？哎呀，我讨厌镜子。小凯文，好可怕，我们赶紧走吧。是啊，显瘦镜，显瘦镜。我喜欢瘦瘦的镜子。哪儿呢？对了对了，就是这个。哦，这个好。变小了。艾莉，我不理你了。对不起，我错了。好吧，我撒个娇给你看。嗯，哦，再见了。对不起对不起，圣诞老人，艾莉有一个愿望。什么？明年让艾莉学会撒娇。嗯，哦，再见。对不起啦。哦，小凯文，我们刚才看到的可能不是真的圣诞老人，这里的可能才是真的圣诞老人呢。快点快点许愿啊。哇，圣诞老人房间。哇哇，快点快点快点，我们快点过去。哇，小心小心，圣诞老人你好。好开心好开心啊，朋友们，是圣诞老人，圣诞老人呐。圣诞老人可以和你一起拍张照片吗？呵呵，来，一二三，茄子。哇，圣诞老人，就是我以后会好好听妈妈的话，听爸爸的话，下次一定要给我帅帅的礼物啊！谢谢，谢谢，哈哈，圣诞老人搂着我呢。我也要，我也要。哇，Merry Christmas。朋友们，今天和小凯文一起在滑雪场开心的玩耍了。小凯文，怎么样，有意思吗？超有趣的。艾莉，下次还带我去更有意思的地方。当然了。那么下次艾莉和小凯文还会去更有意思的地方跟大家见面。艾莉去哪儿？